刚刚扔的飞机。可是很久。
我也在吃瓜，我不信也在吃瓜。他这些刚刚，嘘，不要说，不要说话，不会说话建议你，就不要说话。我还想等他过来澄清呢，结果这么久了，他也没有澄清说，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，怎么怎么样？哎，太难受了。为啥我觉得挺那个的？谢谢梦露，哈！谢谢梦露的火箭，哇！谢谢，阿里嘎多！谢谢你的火箭，你的辫子还刚扎了一个，呵呵！突然就看到了大火箭。一个火箭可以加微信的，把我的微信资料发你哦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加一下呆呆的微信哟。非常非常感谢。盗贼的梦露，感谢你。
花是线吗？线下服的花束，到底别急。我没有通过是吧？马上，我不让他加那么快。有很多人一般都是隔个一两天，隔个一周，或者甚至就没有加过。是两瓶。哦，那头像好可爱，猫头鹰。OK， 我已经通过了。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救助动物的组织，然后，救了一只猫头鹰，真的就很可爱，眼睛特别大，大眼萌，它的眼睛真的特别可爱。下回是男朋友，谢谢姑姑，谢谢简单，谢谢夕阳。胸肌怎么练的？就是就这样练的啊，这就是我健身的成果，知道吧？就女孩子平胸的话，可以去练练，就是胸肌，就是那种有个两个带的。很有用的，练胸肌有效果，有效果。线下服的星空飞行，谢谢。没线下服，谢谢你。我觉得加个双马尾有点，还是有点单调，应该加个什么小胖夹之类的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是还可以的，真的哟，大家肯定不会骗你的哟。这个星星好大哦，挂在我的头上。我是下午的星空飞机呀。是吗？谢谢夸奖，谢谢夸奖，嘿嘿。哇，我发现我是七连胜，今天的这个积分任务 PK 积分任务可以稍微的做两个小的，最大的积分任务应该是过不了，小的应该还是可以过的。哦，对了，就是那个粉丝团的任务，大家可以帮忙过过吗？还差两个。还差两个任务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，叫什么来着？就是荧光棒有效期延长，下个月可以。头饰呀，我有啊，我最多了，只是就好久不戴这种可爱头饰了，最近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走那种性感风。然后，对吧？那种可爱的头饰都用不上了。中分，你直接说，我的发际线好好看，是吧？对，现在是插半塔，64张半塔，一个火箭。飞机的和阴云色的礼物，这个任务已经过了。刚刚不知道是谁送的好多，是夕阳吧送的好多小飞碟，然后就把它给过了。对呀、它不性感吗？是校服，谢谢你。要不我直接发际线这里我补一下吧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就这种深色的粉，然后把这个缺口的地方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一种粉就叫做发际线粉，像一个粉扑一样，颜色比较深，然后就打在这个边缘，颜色一深就感觉好像这边是有头发的，有那种细碎的小绒毛。
这里不是，他其实不是没有头发，他有头发。一下子觉得啊，这里还是有头发的，好像不是一根没有啊，没有有效果了。我有锁骨挡着了，锁骨看不见，我就细一下。对啊，确实有的，是那种就是经常头发全都扎起来的小姐姐。会补一下发际线，让整个发际线就是更线条更柔和。生姜擦头，我就不信这种偏方，我觉得这种偏方都是骗人的，我不敢用，我觉得越用越土。生姜那多刺激呀，马克里藏在哪了？不长呀，我是四十几分才开始化妆的，我十几分穿好衣服，然后化妆夹头，夹头发啊，夹头。你喜欢的样子都有，是吗？我等你，等我下播然后再。洗头吧，其实我该洗头了的，戴个项链吧。啊，先成功的飞机，哇哇哇哇，太棒了！啊，我天，谢谢晨光。星空飞机，他那不是星空飞机吗？我这边看到的是星空飞机，怎么叫缤纷飞机呢？他能红开心。好的好的，你去吧。我不是每天都洗，我头发这么长，当然是隔一天洗一次呀。哦，那应该是这个软件出问题了，是斗鱼官方软件，它也有这种问题吗？这离谱。那不是吃的。嗯，谢谢小虎的月下。谢谢正途。哎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毛衣外套？这毛衣外套和裙子其实就是有一点不搭耶，是不是？毛衣外套和里面的裙子不是很搭，不是很搭。感觉脖子这一块刮花的。衣服我穿蛮稳的，谢谢长官，好厉害喽！大家晚上好，我好像就是一天没有播吧，我感觉我的就是关注呢好像掉了700个。我昨天看德云逗笑社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蛮好看的，然后就看了很多，一边看一边嗑瓜子，然后。今天就上火了，我嘴巴一圈又干又疼，长得只有舌头还嘴巴感觉都烂了，吃糖的时候咬到了舌头，吃排骨的时候咬到了
嘴唇，长了点，我觉得我这个表情特别像动漫里的那种瞬间失去了梦想，就是瞬间崩塌的表情，眼睛没有高光了，眼睛没有高光了，眼神失去了高光。不是来自二次元，来自二次元，是来自三次元。瞬间吃光了好吃的，就瞬间的，我攒了好久的好吃的被吃光了，生无可恋。该做什么标题啊？啊？搞什么标题？有谁不虚思心声？写写从前，写写长明。好纠结呀！追梦中无数次的自问。主唐来了吗？这么写，估计是的。那不很正常吗？都老夫老妻了，这点默契倒没有，是吧？都一起来很正常。下一步就是他的男模一个都没有了，闹闹终于还是对吧，玩腻了，觉得老老实实的找个咩咩生活就挺好的，有一个人陪就挺好的，要什么男模，要什么自行车。不要再踢我的发际线了，从从未困从来酿酒的人分外清醒，独善其身，常言说命运半点不由人，不信常人也结婚那些荒唐传闻化名成为青春。这个项链怎么样？比较配毛衣，但里面的还是不是很搭，里面的这件裙子不太搭。 OK 去吧，不可爱你还带别人家的牌子。春光你这么说我好感动啊，如果你带着我的牌子这么说的话我会更感动的。你也没有搭我的牌子，你还说啊，它不好看吗？还是不可爱？你还带着别人家的牌子，不应该带呆呆的牌子吗？你要是带着我的牌子说这句话，我可能感动哭了。这个发型瞬间十八岁，中分不应该是很显老的吗？尤其是我的秃头都露出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接下来的直播我该何去何从。没有带，没有带，你从始至终就没有带。等一下我去网上找一句什么土味情话当标题。你们看我朋友圈发了没有，就是波波的毛被我妈妈剪了，感觉还蛮好看的。他毛太长了，冬天的时候就是给他穿上衣服之后，就整天在衣服里面打卷，然后就缠死了，梳不了了，没有办法，就干脆那个给他剪了。
我看到一位土味情话是吗？知道我和唐僧的区别吗？他取经，我取你，这就是我和唐僧的区别。我的天，那哪个女生要是看到这句土味情话，说到这句土味情话，心里阴影面积该有多大呀？对，他又没有毛了，好疼呐、啊！谢谢相思，谢谢，感谢木里，大家。不要让我看见你，不然见一次喜欢一次。啊，这就可以。情话都是学来的，但爱你是真的。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，除了谈恋爱。什么多亲亲你身边的风，说不定哪天它就吹到了我的脸上。对，大家送送办卡，帮大家过过粉丝团任务吧。我愿和你在雪中漫步，不为浪漫，只为与你白一次头。他脑瓜崩吧。每天的这个快乐源泉就是土味情话呀。他不要提了，不要让我见到你。哎呀，我总是拿这种土味情话做标题，会不会很多人以为我是那种渣女，以为我是那种渣女，天天就养鱼养鱼，把鱼塘里的鱼一大堆，会不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？我是那种渣女，玩弄粉丝感情，然后然后就是玩完了玩腻了还要说句抱歉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以为是哈哈，自信点，你就是不是渣女。哎，晨光是换了个号还是改标题了呀？哇，改名了，谢谢晨光为我改了名字。正常人谁看标题？对，正常人都看封面，封面盘他是谁？为什么你这么听他的话？那你这么听他的话，那他一定是你很在乎的那个他。你来看狼王呗，狼王送完班卡好像就走了，他没有说话。他没有说话，算了，就改这个标题吧，真的不想写标题了。可是字体好像不够了。谢谢狼王，谢狼王的支持。我的力气小，我力气大的话就砰。我要是那种怪力女，然后就逼信砰，刚刚这样的时候砰，一拳就把他打飞了。我为什么总是碰到他？你不要总是碰瓷好不好？把他放远一点好吧。那狼王他不在了，那我就不用再次感谢了呗。我寻思着还好好感谢一下他，把他放远一点，不然总是打到他了。太讨厌了。
挺坚固的，现在就经常这样晃了，刀冷了。什么村口二哈？我哪里像村口二哈了？你们再这样说，以后我就对吧，不这么接地气了，我就高冷一点，稳住自己的气质。哦哦，好的，那你好好打扮，好好打扮，舒服呀，舒服呀。他又去洗澡了。晨光说的。晨光说什么？啊，他说了我村口二哈。啊？是他吗？如果是他的话，也倒也不是不能原谅，毕竟他刚为我改了名字。谢谢沈光的幸福券，还有星空飞机啊，又是冰封飞机，我这边软件出问题了，反正都飞机都可以，还吸血鬼，嗯，没错，我就是装喝人血，装喝黑粉的血。新神官，愚公就说是你了，愚公不会骗人的。愚公没事没事，你今天改了名字，就当有一天保护期吧，秋后算账啊。秋后算账，谢谢晨光，谢谢。我不去，不要再问了，问就是不想去，要花路费。感谢谢谢晨光，比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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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。谢谢海阔天空的十张办卡，非常非常大气，非常非常感谢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差一个，就是火箭粉丝团任务，就差一个火箭了。秋后问斩，是的，草率。谢谢老王的两张办卡，你先好好打游戏吧，对吧？呆呆可以领落，可以冷落啊呸，啊，然后游戏不可以冷落，队友不可以冷落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就是那种跟队友打着打着游戏，然后突然跑去，不知道干啥事了，就是。很难受，你知道吧，队友。之前跟他们打拳要干就是，哎，动不动，哎，我女朋友来，哎，我女朋友让我给她送个什么东西去，然后我先溜了，你们先打，然后说着就挂机了，就这种，很难受。我也想缝起来，这咋缝呢？这只有就是。对吧，以后去植发，让他给我补上去，这只有植发才能解决的那个。不需要，病病以前不就干过这个事情吗？
然后肚子疼拉肚子去了，还有先吃个饭，你们打，我先挂火机。对呀、啊，哪有游戏香嘞？这才是正确的游戏观好吗？谢谢麻将盘的半糖，谢谢你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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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好，我好像就是还有机会能拿到一个小时榜的，现在是第二名，哦，还有14分钟，有机会。机会一个机会，我们先把一星过了吧。前一星只有以前的一半，很好过。你为什么才艺呀？这句话可真是问到我了，我会什么才艺？不好意思，我什么都不会。我会打嗝，算才艺吗？不要，苹果千万不要直接充，苹果要去京东充值，去京东充值是最划算的。感谢夏福的办卡，今天的亲密度又溢出来了吧？是不是？千万不要就在手机上直接充值，苹果用户直接充值很亏的。我知道你除了干饭什么都不会，那你还这么问，还让我尴尬，你好坏呀、啊，禁言了。不是会做饭吗？可是这跟直播挨边吗？这跟直播也没有关系啊，我现在又不直播做饭，都秒杀这个才艺，哈哈。哎呀，这是，这话说的，我要膨胀了。不用啊，可以手机直接就是京东充值。你们手机上该不会都不用京东吧？虽然京东我也不怎么用了，我以前很喜欢用。谢谢张弛的汉特卡。就自从有一次，对吧？京东的某位大佬发生了一些负面新闻，我就不爱用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以前水果呀，然后饮料啊，都是在京东买的。今天没有出 cos 呀，今天没有出 cos。今天是季节，瓦拉西、克雷瓦、皮米，反正会的日语就往上面说，往上面嘴就完事了。没有，我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了。心情超好的，大家都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因为你们的一两句这种调皮的话而生气呢？哦，他不会这样的，他不是那种开不起玩笑的女孩子。为什么没有去参加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穷。去参加还要自己啊，路费啊，酒店都得自己安排上了。那、我之前去漫展都是给报销的。跟我安排我去干嘛呀？哦，去抽个奖。就我这个老飞球的，我要是能中，那我是赚了；
可是我老飞球了，我能中吗？我肯定中不了啊。明年年会吧，今年疫情还不算非常非常稳定，待在家里对吧，不给祖国添麻烦。先下府去个人线，我觉得今年也不能刚出去旅游，真的可以，就很多人应该都省下了不少钱。会什么 DY？ 有两个，我知道他给我发的有一个表是奖励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是他们员工的抽奖，然后主播的抽奖的话是分开的，主播就不知道抽的是什么了。链接啊，我昨天链接五杀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昨天一顿抽抽抽，呼噜哗啦 ，biu 啪 biu， 然后就拿了五杀，真的很强。不过还有一点挺难过的，就昨天有人，我们发了之后有人在下面评论我，就说。我那一把就杀了六个人，还拿了一个五杀，啊，就是质疑我这个五杀有水分，我表示很生气。不管哪里呀，像我们这边安徽挺安全的，但是最好就还是不要到处跑。双倍镜密度今天没有开，过生日的时候会开，然后还有就到过年的时候，我现在都开完了啊，到时候过年大家都闲着人挺多的时候，结果就和普通的一本没一起，过节的时候才开双倍，这种平常日子不要开了，浪费。哎，不对啊，过节人反而更少。我陷入了沉思。演员费？什么演员？我只喜欢我自己。不要问我超过三个字的问题，谢谢。哦，泡娘我以前玩的也很好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哦，昨天给五杀的那些演员，没有给他们演员费啊，那是我凭实力拿的，是问。不是演员，真的就凭实力拿。打团的时候我开毒往里面跑了一圈，真的太毒了，知道吧？暴击伤害，然后就把他们毒死了。法术暴击，感谢夏福，呆呆是就十一连胜啊，然后这把呢，贡献值。低对方200贡献值，大家可以送点鱼丸小礼物吗？可以送点小礼物帮忙吗？上上打打 PK 好不好？听听这个红玫瑰吧，好多年没有听过了。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，红线里被染尽的小牙齿，怕什么？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，在无动。有钱可以为所欲为，不，有钱不可以为所欲为。有钱你可以让时光倒流吗？你不可以。
有钱你可以让我喜欢上你吗？那也不可以，找两个番茄啊，夹在我这两个小包包里。浪漫也可以不花钱的那种啊，男人的浪漫。盲僧，男人的浪漫。谢谢仙粉宝宝，哇，谢谢粉宝宝，好久不见呀，粉宝宝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我的使用不痒不痛，蓝色透空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。得不到的勇气在骚动，记得把握那17张太可看了。还有极速飞车，极速飞车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个小宝为什么被禁言了呀？他说了什么？欢迎五一，欢迎欢迎。是否说爱都太过沉重？我都是用不痒不痛。好多人禁止被禁止都看到了。啊，那是在刷屏是吧？那么难的。嗯，是在刷屏是吧？那你就看我的屏，我在睡吧。谢谢白龙，谢谢你，谢谢粉宝宝。对他，我知道他问我那个问题啊，这问题有什么好难的吗？我肯定不理。感谢白龙，感谢粉宝宝比心。谢灯下路人，找一双袜子穿，没有穿袜子感觉有点，就是脚底心有点出汗。我不是动腿，就有点脚心有点出汗。谢谢灯下路人。五一不睡就要禁言，这是来自于对吧？周榜第一的这个特权福利，别人享有还没有呢。这样子，那别人想有，哪先理他呀是吧？就五一不一样，不睡就把他禁言了。就一定要严加看管，一定要让他早睡。禁言我是认真的，命最重要，不要再熬了。谢谢布林的帮助，谢谢。谢谢天使，欢迎大家帮我完成任务。哎，是不是已经到
个小翅膀啊。千万年后，当有人从玫瑰之心路过，会否看到那一刻灵魂？哦，我刚刚看到梦，然后看这边，在心情的最深处，10点半助眠，还有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之后助眠。谢谢狼王的火箭。到底是不是在打游戏啊？他看过这般羞辱的人世间，那半疯的人中，身后他乡的文明，眼前更苦的恢宏，却在与你之中见到那一个我超大比心，把他曾经的回眸都是不是今天这个腿啊调得很酸，因为房间里比较暖一点，然后今天穿的又是毛衣，所以腿上就没有穿热，我怕热。感谢桂林的上门券，谢谢官方了，谢谢。可以了，好贴心了，谢谢谢谢。这样的话，大家的荧光棒呢，从今天开始呢，就本周呢就不会过期了，不然的话要是等着明天过的话，可能今天的咱们粉丝团呢4000多人的荧光棒12点过后没有送的都会过期嘛。信，我不去，不要再问我了，不想去了。没有小主播去了也没有什么牌面，等以后我们发育起来了，成为大主播，对吧？时候都是请着你去，现在凑啥热闹啊，是吧？好好发育。为什么是保险柜后面朵朵出来说两句？你是在玩什么游戏啊？一直三角不亏不亏。哦，对，还过了一星 ，nice。微三几分春寒，曾借一路暖。你升级了，覆盖。一换他，寻风南来霜凛然。而今芳菲落尽。你知道平行眼吗？因为我有一个眼睛，它是弱视，所以我从来就是体验不了平行眼。我不知道，就是。什么效果？我以前也有考虑过，看到很多人就利用平行眼做 3D 视频，就比如说双屏的跳舞视频，然后利用平行眼就感觉看 3D 效果很棒。但是我两只眼睛视力不一样，所以就体验不到这样的效果。白衣归长安。只要是开双屏就可以吗？就只要是开双屏就可以吗？是这样吗？为什么要催婚？不会啊。哦，算了，你又回房间，真傻。换你暮色。
现在甚至觉得撸啊撸都好干。不要不死台剧，我还真不死，老近视了，什么都不死。500米啊、开外六亲不认，1000米开外人畜不分，1000米，100米，1000米好像去了看不清了。100米开外男女不分。被覆满又回还，一飞故人把酒言欢。只要两个机位拍就有 3D 效果。笼中月光已流散，白衣归长安。不聚焦，现在就是不聚焦啊。然后开双屏的话。平行眼好像是在最中间两个圆圈，比如说看下面这个位置，一只眼睛看一边，左眼看左边，右眼看右边，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 3D 效果。我之前了解的是这样的，我很运动的，我的眼睛动作不一致。就会有三个画面，最中间的画面就是 3D 效果，是这么理解吧？我没有去，不要问了，我就是没有去。我的天哪，每分钟都有人问。这公司，我自己想象还不到一年，不熟，没什么熟人，不想去，各种原因。下班，啊，不是机，不是那个。机器啊，我机器啊，我也不知道，贝拉不是这段时间都不是周一休了吗？他怎么也变成周一休了？我是因为我一直想改休息日，你们不让我改，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周一休息，突然改休息日不好。欢迎忙。小胖，有很多人，基本上所有粉丝都知道了，我周一会休息，然后结果我突然要改，那这个适应就需要很长时间。有问我呀，有问我呀，我自己说不想去了。真的还收入还挺高的，真的。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做主播，我也想去做运营。谢班卡，谢不离的班卡。但是没人收。大家都知道周一了，改起来很麻烦，就这样吧。嗯，我想去
娶我，为什么要娶我？你知道你娶我，你会有多么后悔吗？我表面上看起来啊，这光鲜亮丽的，实际上我下了播之后，头发一摘，哎，这什么刘海呀、啊，碍事，难受，把它全都往后面一梳，然后衣服一脱，把我的那种很厚的家居服一穿上，宽松的，穿起来像孕妇一样的家居服一穿，姿势也不是直播这么端正啊，就这样，还抖腿，啊，没事抠抠鼻子，就这样。打游戏的时候就更那个了，谢午夜的飞机，没找到。进来，你是谁？五月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是不是动画片里举着诗的阿拉蕾？谢谢吴越，你这个名字一改，我不知道你是谁了，没印象了。欢迎麦博，欢迎。我就是小白，我就是不肥的肥宅，啊，连上断了。没事，能有就这么强的连胜，知足了。能有连胜，我就知足。爱了开心，对，抠脚那必抠啊，那肯定要抠啊，一边抠脚一边抠鼻子，然后呢同时把手打游戏怎么样啊，随便抠完鼻子随便玩着什么键盘上把屏幕上一抹再继续打，好恶心啊，吃不下去了，我怎么能这样自黑自己啊。欢迎呀，来了，哇，好家伙，这就是超火吗？合金超火，第一次见。啊，是我孤陋寡闻，第一次见，真的好看，真的好看。我在开玩笑，你们不要当真。我刚就自黑，我私下肯定不会这样的。谢谢麦博的小五。哎呀，谢谢你的超我。哎呀，惊到了，好家伙，惊呼好家伙，这是奖励，什么奖励啊，不直播的奖励吗？啊，周一休息的偷懒的奖励吗？这么奖励很莫名其妙哎。你说您上周是周榜第二吧，然后我今天问你说要不要那个周边啊，对，不出意料对吧，不要，你也没有要，这是什么奖励啊。感谢你看，谢谢曼迪，我头上不是那个了，都是秃了，天生的，这不是假的，这是真的。你不是小孩子。我就是就客气的问一下，感谢麦博，是这样的。那我懂了，谢谢可惜，欢迎可惜，欢迎相符，那我懂了。
まさか。そうか。原来你是喜欢全等身大抱枕，对吧？等身大抱枕，上面正好印个什么雷姆，啊，印一个喜欢的动漫角色，等身大抱枕。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再戴一个银魂的眼罩，同款眼罩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死飞侠的形象。那肯定不是我等身，我等身好奇怪哦，你走了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你的炒火，真的太惊喜太意外了，太让我意外。那我们今天的二星就可以追一追了耶，对吧？我本来以为就过了一星就没什么追求了，但是既然曼博给我送了个炒火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追一追这个二星了呢？非常感谢曼博，谢谢你，超大气，超级感谢。左手薯片，右手可乐，然后薯片夹着可乐，右手抱枕扣着脚，这操作好像 有点困难。迪卡丘是什么样子来着？我突然忘记了。是那个苍蝇吗？啊，迪卡丘就是那个粉粉的。为什么？啊，那是胖丁。10:30开始。因为今天比前两天更多了，所以看起来就没有前两天好看了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就是突然收到了超玩，嘿嘿，很开心。嗯哼哼哼 ，nice！ 大家把这个一星的人，二星的人数凑凑吧，好不好？青春什么东西，我是没有青春的人。小小有少年不觉路枉然。对对对对对，地址是没错的。谢谢谢咪咪的十张班卡，大家把人数凑凑好不好？哦，对了，我们刚刚是收到了一个超火吧，所以这个任务就过了。那我们就可以做个循环任务了，循环任务就提倡班卡，但循环任务肯定是过不了25个任务，还差7个，应该是过不了的，所以就明天过吧。过完25个，荧光棒会增量，增加20%。谢谢咩咩。
谢谢。我感觉我有点出汗了，我想我要不要把这个外套给脱了，我有点出汗了。啊，谢谢邀月的火箭，什么情况呢？真的，我最近总有一种直觉，就总觉得自己现在连一线都过不了。但是每次直播的时候都是，就是总是让我打脸吧。这些担心根本就不用看，你看他们都还在。谢谢，感谢月月，不拖不拖。谢谢你的火箭，超级一只超级一。喜欢这首歌，给你们强推。这是我这段时间最喜欢的一首歌。谢谢幽月哟。我发现我这个人真的很奇怪，就是很喜欢一首歌就会单曲循环的听。
怎么都变不成一个新闻的头，太远了。好嘞，嘎嘟，谢谢你，谢谢白云打飞机。但这首歌叫做《九九八十一》，非常二次元的一首歌。其实我感觉上首歌和这首歌反差很大，上首歌还那个，而下首就噔噔噔噔。对，大家凑人数吧，人数还剩三个，一人来个小女服装，0.1预测礼物就可以了。大家凑凑人数吧，怎么就行了人数？谢不易，这两天酷狗就没绑起来哦，那确实有的。上了宫中与孔兄，500年前一场风曾笑有时孙。我今天下了一个老版的酷狗，因为我觉得新版酷狗都不好用了，我专门去找了一个老版的酷狗出来。谢谢明天的温暖，感谢图六的凛冬晚会，还有雪人飞机，谢谢。啊，你还有这条语气。这两天这个狼王又纵欲了，是吧？周一的时候上过火箭说，哎呀，周一嘛，是吧？偶尔纵一下没关系。然后结果我们第二天，今天周二，然后又上了一课。今天怎么说？谢谢土豆。凛冬晚会，这个凛冬晚会的就是特效为什么一直识别不出来？就只有手机可以识别得出来，很奇怪。二次哦，今天是检测。这个可以，你们可能看不到我的嘴唇烂掉了，这里烂了。然后我的嘴唇这个地方一圈都好痛，这是上火。啊，还有怕饿。还有我的牙龈也痛，可能是因为昨天吃了火锅吧，但是这上火上的也太严重了，有可能是我两天没有喝水。哎，我任务过了呀，我任务过了呀，答应，我任务过了，没事没事，咱们佛系起来吧。现在已经10:30了，可以就是准备助眠了，看看光换衣毛了。一整个助眠，这个就不能接了，这是我精选出来的特效。欢迎冰夏，好了，开始助眠了。哦，谢谢小莫的飞机。哇哇，哦哇哇哇哇哦，谢谢小莫。换歌，关一下，换一下。